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迹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所以，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；即至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道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
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我们明白了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